本场例行练法，便由常师弟对阵黄甫师弟。练法本为同门切磋，两位师弟点到为止即可。黄甫师弟，请。残军，不入流。咒术飘忽，悉数无力。黄甫师弟，你的心思怕是都用在和同门嬉闹之上了。师兄，这魔火，辟邪化运玄水之影化。黄甫深，你几时习得这般邪异乖戾的术法？三师哥，你没事吧？我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一天终于来了吗？这是宿命啊，是我身为暗星转世、魂力永劫的开始。很遗憾呐、啊，所有妄图毁掉这一切的人一定很失望吧！哈哈哈哈！三师哥，不，你不会这样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哼，身怀厉性，难以驯服。我这便向师父禀告此事。大师兄，三师哥不过一时失手，你为何执意劝师父赶走他？不必再提了，师父没有废掉他的修为，已属宽宏大量，这还是看在你极力求情的份上。这说明师父心中还有同三师哥的这份师徒情，况且三师哥也不是故意的。师徒情？他是凶年凶月出生的暗星之子，师父收他入门是为了就近监视。什么？难道那道黑火？现下他力性难收，险些累了常师弟，就算留在本门，又如何自处？师妹，此人绝非善类，一同我等殊途，你好自为之，莫要被这邪意连累。生妹，你还是像往常那般呢、啊、生妹，你几时习得这般邪意乖戾的术法？这术法有什么问题吗？本门秘法绝学，历来因材施教，师父教你的术法向来以流而不盈、持中守正为准绳，可你方才练法的那几招咒术，处处透着狂猛凶力，已非平日你所能驾驭之法。我只是按照平日修炼，有何不妥吗？我知道了，是他教你的，对不对？大师兄莫激动，你听我说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整个天瑶派上上下下这么多师兄弟，为何偏要同他混在一起？你不怕误入歧途吗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同三师兄一起长大，他是什么人我当然清楚。整个天瑶派上下，除了师尊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三师兄了。大师兄，有什么问题来找我便是，为难生妹作甚？三师哥，你竟无半点愧意。三师弟，你私下修行这旁门邪术已是不对，何故还要交给生妹？
若是师尊知道，我认真参悟本门咒法，无非结合自己历练经验修行罢了，又何来修行旁门邪术一说呢？哼，若不是有意修行，那便是天性使然了。大师兄，你既代师尊掌管门物，便这般信口雌黄欲加之罪吗？好，既然你提到这，我便代师尊管教你这身怀戾性任性妄为之人。我便使出三成功力，你尽管放马过来吧。我倒要先谢过师兄手下留情了。毁灭吧，破！招招凶恶显力，显示误入歧途久矣。大师兄说凶恶便是凶恶吗？天妖派怕是容不得其他声音了。哼，便叫你尝尝天妖派的正统武学。还请大师兄赐教，我倒要看看我所学之术法到底有多不正统。三师哥，我来帮你。师妹，你生妹莫要靠近，此事我不会连累于你。三师哥，我明明是我连累了你。哼，我已从你的招式中知晓一二，之后自有师尊定夺。大师兄，这期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平日不会这般的。三师弟，你功法虽凶厉，但未必没有回转之机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师妹，以后咒法修行上有什么疑惑，门内师兄弟皆可请教，但希望同三师弟保持距离。生妹，难道你的宿命便注定要与那霍庸魂转纠结至此吗？这未尝不是件坏事。无论夏侯仪那小子接下来要做什么，他总要修复拼接刻盘碎片，等到刻盘重归天动仪那一刻，一切便由不得他了。生妹，接下来便劳烦你同那小子继续奔波，等到一切尘埃落定，尊神便会给予你我无上的荣光。